今天的视频中，我将带您参观 KSL 酒店，包括商场内外。在商场里，我们一起探索所有美食、娱乐和按摩中心。让我们一起观看到视频的最后。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是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的一个著名旅游胜地，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度假体验。这个大型综合度假村占了超过25英亩，拥有超过1000间客房，是一个集购物、美食、娱乐、住宿和其他多种活动于一体的地方。酒店的客房宽敞舒适，配备了现代化的设施和舒适的床铺，让客人在旅途中获得愉快的住宿体验。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的客房非常宽敞舒适，装饰豪华，配备了现代化的设施和高品质的床铺。客房种类多样，包括豪华房、行政房、套房、家庭房等，满足不同游客的住宿需求。客房内部设计精美，空间充足，配有平面电视、迷你冰箱、保险箱、热水壶、咖啡和茶的设备，以及高速无线网络连接，提供便利和舒适的住宿体验。此外，酒店还提供了各种高品质的服务和设施，包括24小时客房服务、健身房、室外泳池、桑拿房、水疗中心等，让客人在住宿期间享受到完美的服务和放松的假期体验。总的来说 ，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的客房设施非常出色，无论是商务旅行还是休闲度假，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住宿选择。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的游泳池是这个度假胜地的一大特色，是游客们放松身心、享受假期的绝佳场所。酒店的游泳池面积宽敞，可容纳多人同时游泳，适合家庭、情侣或者独自一人的游泳体验。游泳池的设施非常齐全，包括深水区、浅水区、儿童池和水上活动设施等，为游客提供多种不同的游泳和娱乐选择。此外，游泳池旁还设有休息区、太阳伞和躺椅，供游客们休息和晒太阳。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的娱乐室和健身房是游客们放松身心、保持健康的理想场所。酒店的娱乐室配备了多种娱乐设施，如桌球、游戏机、桥牌、棋牌等，供游客们在休息时间进行娱乐和社交活动。而酒店的健身房则是一个高品质的健身中心，配备了多种先进的健身器材，包括有氧运动器材、力量训练器材、自由重量训练器材等。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外的 Avery Day Mini Mart 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小型超市，为游客们提供了各种日常用品和零食。这家超市内设有各种商品区域，包括水果和蔬菜、饮料和零食、日用品和洗漱用品等。所有商品都被清晰的标价，并且价格相对合理。此外，超市内还设有一个简单的咖啡角落，供游客们在购物之余享受一杯咖啡或茶水。总的来说 ，Avery Day Mini Mart 为 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的游客们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购物选择，让游客们能够更加轻松地购买到所需的日常用品和零食。在 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还未开门的早晨时段，您可以到酒店外的美食摊位探索美食。这些摊位通常在早上5点左右开始营业，直到中午。这些摊位以当地传统美食为主，包括炒粿条、炒饭、炒面、面包、糕点和煎饼等。这些摊位的食物味道非常正宗，价格也相对便宜，因此经常吸引当地居民和游客前来品尝。此外，这些摊位也是游客们了解当地文化和风俗的好去处，您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柔佛新山独特的饮食文化和人情味。
总的来说，在 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还未开门的早晨，到酒店外的美食摊位探索当地美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难忘的事情，让您的旅程更加充实和多彩。在 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内部的美食摊位也是游客们必不可少的探索之一。在这里，您可以品尝到来自不同的区和文化背景的美食。首先，您可以到美食广场尝试当地的经典美食，如海南鸡饭、炸粿条、炒饭和烧腊等。美食广场内还有各种糕点和甜点，包括口感丰富的芝士蛋糕、糯米糍和马来传统糕点等。如果您喜欢中式美食，您可以前往 KSL 酒店旁的广场品尝到精致的中餐，如港式点心、烤鸭和烤肉等。这里还有很多受欢迎的餐厅，如港式茶餐厅和泰国餐厅等，您可以品尝到不同口味的亚洲美食。总的来说，在 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内部的美食摊位可以让您感受到不同的区和文化的美食，让您的味蕾得到满足。无论您是喜欢当地美食还是亚洲美食，这里都有各种选择，可以满足您的口味。继续在 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内部的美食摊位中探索，看看您能否找到自己喜欢的美食摊位。这里的美食种类繁多，品质也非常好，无论是本地美食还是国际美食，都能够让您大饱口福。除了美食之外，在商场内还有许多按摩中心，让您可以放松身心，缓解疲劳。您可以选择去中式按摩中心、泰式按摩中心、足疗中心或者水疗中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选择不同的服务。在这些按摩中心中，您可以享受到各种按摩和疗法，如全身按摩、足部按摩、拔罐和针灸等。这些按摩疗法不仅能够缓解身体的疲劳，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身体的自然疗愈能力，让您感到焕然一新。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内的按摩中心是一处让人放松身心的好地方。这里有各种按摩和疗法，包括中式按摩、泰式按摩、足疗和水疗等。中式按摩是一种传统的按摩疗法，通过按摩身体各个部位，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和代谢功能，缓解身体疲劳和肌肉酸痛。泰式按摩则是一种深度按摩疗法，它可以让您的身体得到全面的放松和舒缓，同时还能够缓解压力和焦虑。在 KSL 的按摩中心还有足疗服务，这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疗法。通过刺激脚底的反射区域，足疗可以促进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同时还可以缓解疲劳和焦虑。如果您想要更深度的放松，可以尝试水疗服务。此外， KSL 的娱乐中心还有电影院，提供最新的电影和影片放映。 KSL 柔佛新山度假村和酒店的娱乐中心是一处让人充满活力的好去处。这里有各种娱乐设施和活动，包括游戏机、保龄球、桌球和电影院等。
如果您喜欢玩游戏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可以让您畅玩，还有竞技游戏可以和朋友一起比赛，让您感受到不一样的乐趣。如果您喜欢保龄球和桌球，这里也有专门的场地可以提供给您使用。保龄球场的宽敞可以让您和家人或朋友一起玩耍，还可以享受美食和饮品，让您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桌球则是一项趣味性很强的运动，可以让您在轻松的氛围中锻炼身体，同时还可以结交新朋友。好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请帮忙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并期待下一次的相见。